对于美方干涉中国内政、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行径，中方已经做出了坚决、适度、必要的回应。我要再次强调，中国人民不信邪、不怕鬼，捍卫核心利益坚定不移。我们严正警告美方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。Thank you.